Angela 虽然说没有被他们学校的校篮球队选中，但是我们这学期开始上篮球兴趣班，争取明年被选中进校队，他们应该会有吧。我们今天烤披萨吃。上游泳课，今天刚给你们报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快点。游泳课一开始，我每个星期都上，还有实战班。这段时间没去，实战班不是听说好像段时间不是在做远的吗？嗯。哒哒哒哒。你在吃啥？树莓，然后在我手，在我五颗手指，就一百五十，长我手上了。哎呀，吃的好过瘾的感觉。慢一点。慢点吃一点，你也呢？谢谢。这个东西是卷的。大家好。啥？游泳课说拿个玩具。小上下对，快吃。那可以，快点吃，然后上去找你的母一。我知道。那就开始上个大象。你先上课，连你知道，你跟姐姐不是一起上的。五点四十。那我呢？他五点四十上到六点十五，然后你是六点半上到七点十五。他现在不像之前暑假的，大家一起全部上课。那你单独的，然后我问一下，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一对一的，我问了一下价格多少，他你算价格跟之前价格一样，你就是七到八节课吧，算是$50，因为我们办了卡嘛。我也是一对一。那他现在没有人报名，所以基本上是一对一了，一对一对二。这节不是找你猫吗？对，还有一个六百六吗？六百六吗？你看猫好多好长啊！你喜欢吃？我可以给你吃点呀。对，我不喜欢它里边有籽，不带着吃，还不咋甜。没有好多点呀。来上课了，快跑！小心车。有羞耻感。你慢慢的松弛，我们走一点。现在学游泳的人少多了，只有两个班同时进行。A 跟在哪里？那个，这个就是 A， 看到了没？小 A 跟，你弟弟在那里摸鱼，在那里打酱油，他还在熟悉水。俩孩子的游泳课又给他复课了，今天刚报的名，然后今天就来上课了。刚刚又去给 Angela 报名了篮球课， Aiden 的篮球课呢就没给他上了，因为他那个年纪的篮球课名额满了，并且那个篮球课的时间是跟他游泳课的时间是冲突的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报。 Angela 虽然说没有被他们学校的校篮球队选中，但是我们这学期开始上篮球兴趣班，争取明年被选中进校队。他们应该会有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游泳课还是$50，八节课，平均一节课就是好像6块多。然后篮球课的话就是$85，七节课，就是平均一节课就12块。去换泳衣了，算了。这个是一个小朋友在带着他。这个下课了，这个准备去上课了。我听到你一直在唱歌。安吉拉要去上课了，这个在排队等着冲凉。今天教你的那个是一个大哥哥吗？对，是一个太大的哥哥。是一个太大的哥哥，他说你今天表现得很好，是不是？对。安吉拉在上课，让 Aiden 进来这里玩一会儿。你在这里玩，等会儿我来接你 ，OK？ 一走一走的，拜拜。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玩。现在轮到 Angela 上课了，我就把 Aiden 放到这个儿童游乐室，
里面有游戏啊，有玩具之类的，可以照看到7点钟，刚好 Angela 下课。里面有专人看护的，一个在上课，一个在儿童游乐室玩。我就来了楼上的跑道，进行快走30分钟。30分钟之后要去接 Aiden 了。因为到时间了呀，这个姐姐要下班了。但是，她到7点就关门了，不是我让你，是必须得那个时间来接你，知道不？我们先来接姐姐了。你能给我们两个申请一下这个浴巾吗？扎脸。可以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走，去换衣服。老师说我们那三个都挺好的。那挺好的。然后我是那里面最大的。他又生气了。你怎么了？你不喜欢游泳？你是林黛玉吗？不对。我之前是在玩，人家要下班了，这边游泳的老师也要下班了，知道不？不是我让你走啊，我还想多待一会儿呢，我还在散步没结束呢，但是我要到时间来接你了。如果我不来接你的话，他等会儿会广播，请 Aiden 的妈妈来接 Aiden， 我们的时间到了，我们要下班了。